这还有卵子在动，只剩下一颗、啊，就是那一颗，所以很珍贵、啊。因为前面那颗用完，就只剩下那一颗。那老公有什么时候可以再？我就是要等。我这个月底吧，我要再去给院长检查一下，然后真的 OK 了，也就可以尝试下一次的职业。但是我觉得我先把自己的身体先、身心灵先，我觉得先调养好比较重要。老公也希望就是顺其自然嘛，他叫我不要太累，他说不需要这样。那我会给自己，你知道，目标和压力很大，给自己目标太高。我应该给自己怎样的目标？生两个或三个但是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讲，我就有说其实我在过年前的确有植入，但我失败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重新调养身体，然后让自己修复一下。当下应该很难过，会很难过。我现在修复好了，身心灵都修复比较好一点，所以现在才可以跟大家碰面。你还会再继续努力？会，我还是会再努力的。对，我会尽力。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再？我就是要等，我这个月底吧，我要再去给院长检查一下，然后真的 OK 了，也就可以尝试下一次的职业。但是我觉得我先把自己的身体先、身心灵先，我觉得先调养好比较重要。老公也希望就是顺其自然嘛，叫我不要他叫我不要太累，他说不需要这样。但我会给自己，你知道，目标和压力很大，给自己目标太高。我应该给自己怎样的目标？生两个或三个但是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了。对，你的目标有到几岁或什么时候是一个停损？45之前吧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急，我觉得我再玩下去就会很累，第一个身体上会负荷不了。接下来还是要拼人工受孕。我现在其实想说就先顺其自然，然后在45之前啊，如果真的没有就看要不要人工。那之前特特也是没有，我自然。对啊，对，一开始就是，其实就是很奇怪哦。就我想说，我就干脆放松心情，它就会来了。这些还有卵子在动，只剩下一颗、啊，就是那一颗，所以很珍贵。因为前面那颗用完，就只剩下那一颗。就是目前来，以我现在状况，我也不想再做第四次疗程，这样子就想说，就顺其自然，放过自己啊。对，我之前有看那个台台的新闻，对，我有请吗？没，我公婆还有我公婆，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因此这样觉得定义就是保姆都是不好。我觉得其实只是这是一个个案，我觉得还是也有很好的保姆。我认为只是刚好这个个案让我觉得真的蛮心痛，因为宝宝就是一个天使，你怎么会去舍得下这种事？就是希望可以投胎到你身边。我希望，所以会希望是儿子，不管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。我们哥爱卡卡加入林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